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南明版本的滑板鞋。不对，我要说全名，应该是南明表妹版本的滑板鞋。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一首独特的歌曲。广西的。蓝收香菇，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给我一个人在树林，蓝收，蓝收在树林。有些事我都已忘了，但我现在还记得，在一个晚上，我的妈妈问我，今天怎么还喘不开心呢？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与众不同，就是上跳坑的梗，整个城市找遍所有的街都不传有。他说将来会找到的，时间会给我答案。星期天我再一次寻找，还是没有找到。一个月后我去了第二个城市，这里的人称它为美丽之都。看到一家专卖店，哎呀，那不是我要的滑板鞋啊！我的滑板鞋最屌最屌最最屌！回家的路上我强迫自己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。月光下我看到自己的身影，有时醉人，有时冷静，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。有了滑板鞋，天黑都不喘，害怕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。摩擦